好，你上车。彪彪，哎，我找到我的车了，哦，是这台05。好，我先检查一下车子的外观有没有任何问题啊。我轮胎的胎压是够的啊。车的一切呢，好，都 OK 啊，刹车也 OK 啊，车子的一切哦，后视镜等等都很好啊。举过一轮了之后呢，我上车，打开车门了之后呢，一上车呢，先哎，教练你好，嗯，是哎，乘客你好，嗯，好，我上车了以后呢，第一件事情呢，就马上系上我的安全带了啊，因为安全带非常的重要。那上来了之后呢，接下来我就问啊，乘客，请问一下，我可以开音乐吗？哦，不行啊，哦，不能开音乐。好，那我就要先发动引擎，哦，先调整我的后照镜啊。哦哎，那这个啊、哦，一定要先开电门，它才可以哦。后照镜先调一下，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哈、哦。OK， 好，这样子我都有看到，漂亮啊、哦。好，然后都一切 OK。好，然后呢，确认是空档，手刹车拉着，好，离合器踩下去，发动。OK， 好，一切都正常。那请问一下，有习惯的路线吗？我们哦，就只有我前日哦，我想说我都习惯，都会问一下我的乘客有没有习惯的路线。OK， 好，安静的，放手刹车。Go！ 有没有习惯嘛？对不对？OK。好，打方向灯，我要转弯了。好，我来确认一下。OK。哦，这里要停一下哦，这里有斑马线在。哦，斑马线我一定要停下来，然、哦、后停下来查看一下。哦，没事。OK， 好，那我就走了。好，我要来倒车入库喽，是这个吗？前面那个。Okay、我刚转弯没打方向灯。有，我有打哎、欸，我有打，我打是转，我有打。啊，好好，我打了，我打好，现在我打，我现在我打。出来了，嗯 ，OK， 好，巴库，看一下后照镜，没问题，好，走。教练，等一下说一下倒退压管不扣，嗯，现在倒退压管不扣，哦，这么好哦，嗯，后退不扣。不要碰安全岛就可以。对，过来要打方向灯，又忘了啊！后退也要打方向灯了。有哦，好，抱歉抱歉。岔路又啊，好，对，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打方向灯，没事就打方向灯就对了。那时候还提醒自己，哎，好，我先打了，我现在准备呢要巴库了，我要那个倒车入库了哦。路边停车啊，路边停车了哈、嗯，好。好进，好，然后出去，我要出来了，我也打方向灯，我要出来喽。啊，我要倒车入库喽，所以我停车了。我查试一下后照镜，一切都 OK， 然后打方向灯，巴库。压线了吧？压线了。哎，压线扣32分。
继续退，继续退，继续退。嗯，这是扣分而已。可我怎么觉得距离抓的不对？我可以进吗？我看距离抓的没有很好。他只有一次机会。啊，一次机会而已哦。对。那我决定我要重来。好，那扣三十，再扣。哎呀，没有抓到这个。啊，我刚太出去外面了。刚往前一次扣16分的话，哎呦，扣16分了，因为你刚刚不能就一次机会的啊，这样也要到了，压线又再扣16。哎，好，好，啊，我出来了，我也打方向灯。哎，这里有平交道吗？这里吗？有哦，这里有看到平交道。哦 ，OK， 在前面。哦，在前面，好。不是在前面，有停止线在这边。嗯 ，OK， 好，好停。OK， 好，可以走。哎，起步没有左右看哦。啊，要看平交道起步要看。OK， 好。哦，左右看。不用停。哦，好。然后 OK， 好。教练，嗯，平交左右观看16分。对。刚左右没看，而且转弯没打方向灯。绿灯，绿灯，我转弯我打方向灯了，这又没有岔路。哎，我要停这个还是这边？中间的。前面那里空空。好，可以。然后我要先倒档。嗯。直接上去的。我拉手刹车，倒档，进一档，哎，然后哦，一档哎哈，放弃了。哎呀，可恶！哎，这里也算啊，不是结束了吗？好好，朋友们，一直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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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终点。唉，结果，唉，谢教练啊，我就是没有开音响，我平常开一个是会有音乐的嘛，是不是？没有音乐嘛，怎么可以开？